先抢选，抢选观众，看到红星九，啊，看完之后呢，一样把它控顶，控顶，然后就说你刚看的牌，其实就在这个信封里面，这个信封是预言信封，然后拿出来，问他。是不是这张？他肯定说不是，然后就可以跟他说一些话，哎，就变问他是不是黑桃九，他说不是，然后就变成红心九，然后拿过来，拍拿过来，让他。